妈孙怡虽然才25岁就已经与董子健早早结婚生子了，不过虽然生了娃，但是身材却并没有什么变化，长腿细腰依旧非常少女感。本来长相就特别少女感的她，加上这种俏皮感的苹果头更是甜美了，加上一些自然卷，不仅修饰脸型，还有种洋娃娃的感觉，嘟嘴卖萌依旧像个孩子。感觉孙怡个子虽然不低，但是骨架却属于比较娇小的类型，而且脸上也有点 baby face， 看看这双小细腿依旧是非常有质感的紧致瘦肉小脸，比较容易显少女感。身材颀长的孙怡穿上收脚的休闲裤，搭配字母 T 恤，不规则的腰线营造，不仅看起来自然随性，还轻松 get 到了大长腿，再斜挎一款腰包，好身材真是很让人羡慕。特别是当天这款双马尾的发型，特别是把长发又折回来，形成两个简易的丸子头发髻，在棒球帽下面，感觉特别俏皮甜美。同样35岁的吴昕，在前几天也选择了同样款式的双马尾，以前时尚感还不是特别好的吴昕，现在也算是终于开了窍，搭配衬衣长牛仔裙，不仅优化身材比例，还格外修饰身材，而且一直感觉吴昕就是那种属于性格比较可爱的类型。